50星光将采用全黑深色和浅砂拼色两种搭配，拥有 8.8 英寸数字 LED 屏， 15.6 英寸中央触控显示屏，两块悬浮式屏幕，前后两排分别设置了两个 USB 接口，其前排座椅支持向后放倒 180 度，与后排坐垫齐平。新车整体外观造型舒展圆滑，也开启了50品牌新能源车型的全新设计风格。车头采用分体式 LED 灯组，插电混动版、纯电动版车型采用两种不同样式的前脸。 前者带有更多的进气孔洞，并带有贯穿式 LED 灯带，车侧配备空气动力学样式的轮网，内嵌式门把手，尾部为贯穿式 LED 尾灯。纯电版采用单电机驱动，最大功率 100千瓦，插电混动版搭载包含 1.5 升发动机的插电混动系统，发动机最大功率78千瓦。